蛮远就有听到救护车过来的声音，救护车有先减速，然后有他头有出来一些些，就是过了那个斑马线，开过来一台机车，他是完全没有减速。那有可能他当下说不定戴着耳机这样子，所以才没有注意到有救护车这样。一般的车辆的行驶人还有用路人哦，在听到这个救护车它的这个紧急情务的这个鸣笛声还有警示灯的时候，都应该是要礼让。